我会把视频放在 U 盘里边，那不是现在网络老有问题吗？你就要一个一个拷吧，啊，我也不传了以后啊，我也不建立 FTP 了，OK 吗？啊，好，那下面来看一下字符串，这个字体这么小啊，我给它稍微设置一下啊。题有点小了，麦克系统语言，OK，编辑器，这似乎在哪儿？大小姐，哦，这两个自定义，好了 ，OK，好，先说创建这个，创建其实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说过呀？来，注意听，注意听。单引号可以创建字符串，对吧？对。双引号也可以，一对儿三个引号，或者单个一对儿三个引号都可以。最重要，这种是支持换行了，是吧？啊，这就不用说了啊，之前咱演示过了。好，转义这个，你看吧，斜杠，如果没有这个，如果没有这个逗号啊，比如说这样的。字符串，字符串，好，你看，如果是，哎，这怎么是？哦，sorry，我多写了一个这吧，本来应该是没有的啊。好，这边是不是有个反斜线啊？其实，在我们的 shell 里边，是不是也是？Linux 里边的也是一个转义的意思啊，把特殊的转为普通的，把普通的可以变成特殊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如果没有这个单引号，就是 tail 啊。那如果本来没有这个呢，是不是就报错了？啊，这个呢，认为它是一对儿，是吧？啊，认为它是一对儿，然后这个就没有结束，就没有给它开头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可以用这个去转义一下。啊，也可以转移一下，OK。还有一个，你看，如果你想换行，你想换行，然后呢，来，print 放这儿就行了。杠 n 就是换行的意思，是吧？那出来效果就直接给你换行了，解释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这就是转移，把普通的变成特殊的，把特殊的变成普通的，就来回给它变啊，来回来。根据需求，这里边说实在话，这个用的不多，谁也不会这样写啊，就给自己找事儿啊，真的。拼接，来看这个拼接，一个拼接是这样的，我把这个注释了啊，一个拼接，你可以用加号，看吧？不，在这里不只有数字才能用加号，你看这加起来是不是就拼接了？好，之前我还是不是跟你说过这种啊？你不用加号是不是也拼接呀？是不是也拼接？是不是一样道理？啊，一样道理哈。好，这是拼接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，如果加零，这是错误的。你无法把字符串和一个整形进行相加吧？这是有，这好理解吧？好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它可以复制。什么叫复制呢？就是相乘，用乘号。乘号用什么代表？行吧，然后把这个星号打印出20个，看到没有？星你之前 echo 是吧？echo 咔一大堆星啊，这不用写这么多，多少个都行，这乘就行了，啊，就这么简单，OK 吗？这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注意，你这个字符串不管怎么乘还是怎么，它是不是终究是对象啊？对。好，任何数字乘以零是不是都是？这个是就是不存在啊，就是不存在，就一个对象去复制零个，最后得到的是没有空的，然后负数呢，是不是更是没有了？啊，这是语法啊，可以什么？乘个数字怎么了？这不是刚才试过了吗？
嗯，重新，不是星河，这个都是字符串啊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字符串。啊，你要理解，你得理解这是字符串，引起来都是字符串啊，不管是什么都是字符串。哦，我知道你说的意思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单一一个字符串啊？啊，这是多个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啊，多少个乘多少个？嗯，乘三个吧。OK 吧？是不是作为整体的？这是一个对象啊，一个对象。它不会把 H 输入三个，E 输入三个，Y 输入三个，不是这样的，好吧？你别这么认为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好了，那现在来，这都非常简单，是吧？来说一个进阶的啊。对，就是 Python 中的第一个数据结构。上午说的时候，是不是数据结构？序列类型，好吧？序列类型，有空你自己再看一下。我直接给你说怎么回事儿。序列类型呢，每个数据被称为序列中的一个元素，一个元素。那字符串就是一个序列类型。首先跟你说，那元素在列表的序列里呢，是有自己的就位置的，这个位置被称为索引。或者叫偏移量，也有叫下标的，是不是和数组差不多？啊，一样的。好，下标呢，偏移量这个呢，从零开始，好吗？默认从零开始，到这边一直到元素整个最后一个结束，好吧？好，那序列中的每个元素呢，可以通过这个元素的偏移量或者叫做索引来获取，啊，而多个元素则需要用切片来操作。片儿里边，你是不是也切过片儿？啊，一个变量，一个字符串可以被切片，echo 是吧？一个数组是不是也可以被切片？啊，那个 echo 是不是对一个字符串进行切片的？哎，好，那现在这个是不是一个字符串啊？这个字符串，它的每个元素都有它的位置的哈。索引号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零，对应了它，一对应它，是吧？啊，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它支持复数的，啊，Shell 里边不支持，Python 里边支持，好吗？比如说来获取它，对吧？这个用，给你演示不？print S1 中括号一样，比如说我想取到谁，取 S 就是零吧，哎，取 S 就是零。好，那我现在取到 R 呢？零一二三，是吧？三。好，这是不是支持赋值啊？赋值是不是负二啊？直接都拿到 S R 了，是吧？这是它俩是不是一样啊？正数、负数都支持的，对，这不是吗？这不写着了吗？最后一个是啊，索引号是啊，负一，啊，按正数的话，最第一个是零，OK 吧？啊，好，那现在来看，好，那这是通过它对应的索引号去取值是吧？来再看看这个切片儿，切片儿。这是起始的位置，这是结束的，然后这是补偿，这个补偿可有可无，这两个必须写。如果你是切片的话，啊，和我们 shell 里边稍微是语法上一样，但是得到结果不一样，啊，好像得到结果也一样吧？shell 里边是不是？哎，我给忘了啊，你给忘了。shell 里边你执行过没有啊？你也忘了是吧？嗯，啥结果？来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比如从第零个开始，然后切到一个结束。这个是 Mac 的，可能不支持吧。嗯，什么 dollar 零 dollar 一啊？这是切片儿，你忘了？来，我登那个机器登不上是吧？现在，
现在还登不上啊？登不上，这个行为很厉害啊，后果很严重啊，先放这吧，先不说了。好，那现在咱不说事儿了，事儿不是，我记得好像也是从零开始的，然后呢，好像是包含最后一个的，这里是不包含了，这是不包含的。比如说，我想 S1，S1，然后中括号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想达到 SH。让你直接写个冒号，前面是起始位置，写零，看吧，后边是结束位置。注意，这里边同样和 range 函数一样，不会包含结束索引号位置对应的元素，对吧？你要取到 SHI 这两个元素，这是零，这是一，然后你必须写上什么二，写上二，二元素，二这个索引号对应的元素是不是 A 呀？不会被包含进来，但你要你所要的就刚好是 SH，是吧？也就是你所要的最后一个元素，那个索引号加一，就是你要写的结束索引号，好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没问题吧？好，现在来看，这没问题吧？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反转呀？就是开始，如果是零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写，你可以不用写，可以简写。那如果最后一个你想截取到最后，那你也可以不用写。这样的话就是原来的啥样，还是原来啥样，是这个吧？好，现在说这个不长的事儿，说这个不长的事啊，这能明白吧？有问题你说啊，要不然我讲的速度越来越快啊。哦，再次强调一下，我发现有些就是你越爱说话的，他学的其实并不慢。你越不吭声的，我也不知道到你学了懂了还是没懂呢。你如果不说，一星期你在那上面说一次，那就你对你太吃亏了。你单独发信息给我也行啊。这种，这个就是你觉得有问题的，你也不告诉我，那这样会一直会走了啊。就是吃亏是你自己啊，好，然后呢，说一下步长，步长我们用这样一个 S 二，好吧，S 一我们不用了，然后呢，比如 A B C D E F G，好，就这么多了，好，这么多，其实用一二三四五是不是更直接？但是你可能会更迷惑吧。因为你那什么，我要用一二三四五，我写个索引号也是一二三五，你就会很疑惑啊，对，你会很疑惑。好，现在我先给你说一下，标一下，然后呢，这是索引号是不是零啊？这是一，这二三四五六，这是在索引号。好，那现在来说不长的事儿，标从零开始不是前面不用写啊？是这意思吧？那从到最后结束，我是不是也不用写啊？然后再写个冒号，后边写个不长，比如说每隔两个取一个，那从零开始，第一个开始是吧？这零开始时候 A 得拿过来，A 什么拿过来？咱先分析一下，看咱们对不对。然后每隔两个取一个，那一个、两个是不是 C 呀、啊？好，下面呢 D E F G 是意思吧？那我现在来试试看是不是这样。S 二啊，好，这是不是我们所想要的？是这意思吧？这你明白了不？明白了哈。好，那现在来，我看这个，说这个是不是找不到啊？负一到负三，你记住这句话。分片啊，或者叫做切片操作，只包含位于起始索引位置的元素，不包含终止索引位置的元素。就刚才我跟你说的，同时注意这个，同时起始和终止的意义都是针对什么？从左到右的顺序来的，也就是起始你从左从这儿从负一开始往右数，是吧？终止了是不是？终止是不是从左往右啊？就是起始从左边往右，
那从开始到终止，也就是到结束，也就是从左边往右说，负一右边有没有负三？负一右边是不是没有负三呀？所以你取不到嘛？这样是不是得不到啊？是不是这意思？理解这句话的，理解这意思吧？虽然负号可以作为索引号，甚至不长也可以作为索这个不长复数号可以作为不长，但是这种很让你疑惑，对吧？你可能自己都疑惑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所以说，不要感觉你写的很厉害的代码，感觉让人看不懂你就很厉害，反而不厉害。你写的别人看不懂是最最特别是不管写脚本或者写什么，最最不行的，好吧？最最是忌讳这个东西的。哎，来继续了啊，这个你不要在意太多，这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。以后呢，你不要用负的，切片的时候一定不要用负的，除非进行反转才用，好吗？切片的时候不要用负值，你索引取值的时候可以用负值。这比较简便，因为如果前面字符比较多，元素比较多，取最后一个或者最后几个，你可以用负值。切片的时候一定不要用这个，一定不要用这个，好吗？OK 吧？好，len 就是不是给你说过了？这是一个内置函数，可以得到它的长度吧？得到长度啊。好了，好，在这儿说下边基本就是常用的方法之前，我给你说一个这个 len。S2 是吧？是不是可以看出有多少个呀？7个是吧？如果我说要循环这个东西，我是不是给您说过了？直接进行循环是吧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有班级啊，有些同学呀，可能写 Shell 脚本写的多了。是不是直接都拿出元素了？他写了多的，他弄了一个这玩意儿，他弄了一个 len。完了之后呢，拿这个呢 S2 这样取值，在这儿进行在这儿取值。len，sorry，range，range，他加了一个 range，然后就像这样取值呢。这我觉得没必要吧，这是什么？他还是写 Shell 脚本那种思维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想到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想到这个，对，循环数组一样啊，对，这个数组他学的可能太好了，然后这个东西呢，直接就这么干就行了，好吗？直接就这么干，就直接能循环的对象，这是一个可迭代对象，可以直接被循环的，好吗？这是这一点啊。好，那把这个视频截一下啊。